每年冬天，吉林松原的查干湖都要进行大规模的冬季捕鱼作业，马拉绞盘、冰下走网，古老的捕鱼方式传承千年。这两天，随着气温走低，湖面风动，今年查干湖的冬捕正式拉开序幕。 这两天的查干湖格外热闹。一大早，当地的渔把头辛继龙就带领渔工们在零下20多度的气温下凿冰下网，大家动作娴熟，一气呵成。在高亢的号角声中，渔工们赶着骏马拉动绞盘，随着渔网被缓缓拉出，一条条活鱼浮出水面。渔把头告诉记者，今年头一网就打出了 8.8 万斤鱼，迎来了开门红。 我们今年的冬捕是从12月14号开始的打，昨天打的是头一网，今年是12月15号，今年的第二网。今年预计的产量应该是在300万斤左右，我们也很有信心把这300万干出来。查干湖冬捕分2个阶段，前期使用小眼网，主要捕捞浅水区的小型成鱼和小虾；后期使用大眼网，捕捞大型成鱼，销往全国各地。科学的捕捞方式是查干湖鱼而不绝的关键所在。 从2003年开始，当地在春秋2季开展增殖放流行动，每年向湖中投放1000万尾鱼苗，保障渔业的可持续发展。据了解，查干湖冬捕季将持续到明年2月末，期间还将开展查干湖第21届冰雪渔猎文化旅游节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。